雷善加投影，南投沙雕节潮汐金，知道他是谁吗？猜猜看，想到了没？是空拍大师齐柏林啦！梦想流域南投沙雕艺术节，连续五年在南投市绿美桥下的猫罗溪畔举办，广达1公里的沙城，共陈列60件作品，今天正式开展。这次特别策划向齐柏林致敬的美好年代区块，包括生态、板河、石安等议题，都变成沙雕作品。此外还有吉星沙洲区，是春节应景的腾龙、翔狮等，而光景未来则是以奇幻手法搭配纪念台湾灯会，特别结合了 3D 动画还有沙雕电影、还有沙雕的光雕、这也是台湾首创。梦想方舟夜晚的时候两座沙雕它会重叠，在沙雕里面的人物竟然会跑出来跑到这一座来做一些互动。不止活动总监搞笑和号称美女界魏青青，连姨呀、小鸭也都跑来玩沙咯。放新闻爱台湾啦，报道。